洗澡。广阔绿地，干净水质，很难想象就在繁华都会区里。这里是大安森林公园大湾生态草圳，还没对外开放，二级保育类动物凤头苍鹰展翅飞来，抢先体验。以前这个草圳就是我们的柳公圳，因为台大有发起这个草圳哦，不是只有在校园，它也从台大一直延到大安森林公园，起因是这个样子。生态水圳观念让台北市生态活化，除了重新整顿草圳，也结合红色水车设施，让民众运动同时透过鸟笛感受律动，顺便把氧气打进水里，帮助水圳循环。我们现在第一段、第二段的从了一个生态做到了一个运动的这种能量的转换，那么未来我们还会做疗愈，我们还会做一些所谓生态循环、植物的滋养，各种样貌的呈现。大安森林公园不再只是个休闲散步场所，更赋予生态教育意义，让都会人生活更丰富，也加强民众对地球环保概念，让环境更美好。三立新闻蔡明华、廖静颖台北报道。